你敢信用科学知识来解答玄学问题究竟有多离谱？前不久就有位脑洞大开的网友在评论区提问道，雷公电母释放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？本以为这种沙雕问题会无人理会，哪成想下一秒就有网友回复，首先雷电属于高压电，我们日常使用的高压电是交流电，所以雷公电母打的是交流电。好家伙，经你这么一解释，咋感觉迷信中还带着点科学呢？然而丧心病狂的网友并没有打算放弃，接着又提出了新的问题，玉皇大帝住的平流层还是对流层？结果网友想都没想直接回答道，那必须得是平流层啊，因为平流层气流稳定，更利于神仙办公和生活。此答案一出，网友顿感不服，接着又反问道，那为什么中国神仙站着飞，而外国神仙只会趴着飞呢？结果大神又是一套科学理论反击道，因为中国神仙住在平流层，气流稳定，可以优雅的站着飞，而外国神仙则住在对流层，只能靠趴着伸出拳头来减少空气阻力，这种姿势还能抵抗气流的颠簸。看到这里，评论区的网友彻底坐不住了，纷纷提出问题让大神回答，有问三昧真火有多少度的，还有问白骨精头疼去医院是挂脑科还是骨科。不得不说，当代网友的脑洞是真大呀。那么你们还知道有哪些类似的问题呢？